啟德跑道區又有一個新項目叫做 Double Coast， 我哋今日睇一間兩房嘅示範單位，就440尺開放式廚房，擺咗少少家具嘅。入到嚟啦，你見到成間屋基本上係冇乜走廊位，呢度就係長形嘅客飯廳，然後呢邊咧就一組曲尺形嘅廚房。咁、那個廚房嘅櫃面都幾多噶，你見到基本上擺滿曬嘢，仍然有空間俾你處理啲食材。然後成 set 就色彩上，我覺得接受到嘅。咁呢邊就做咗一組電視櫃啦、sofa 啦，坐低個距離係夠闊嘅，2.6米，樓底就3.15米。然後呢度咧露台位都夠大嘅，係3合1露台嚟嘅。你見到係可以擺落一張茶几坐低。咁樣飲杯咖啡，望住個內海，舒服嘅。沿住走廊就有一間睡房啦，睡房就幾企理嘅，擺咗3尺床，一片落地玻璃，然後呢邊就做衣櫃啦。然後浴室就真係幾靚仔嘅，浴室係好靚仔，做曬啲混石面，鋪曬牆，然後係用淋浴嘅，那個空間係夠大，活動到，同埋佢鏡櫃都做得幾靚。最後尾我哋睇下個主人房。主人房就比頭先嗰間睡房再大少少，因為多咗走廊位呢橛嘅位置。咁呢邊做衣櫃啦，做咗梳妝台啦，然後一張大床靠邊擺，擺完之後就 very good 啦。似呢間現時發展商就以價單賣，最平嘅尺價就16000幾，你覺得抵唔抵買？歡迎留言話知。